对，他的行李在一件是4块还是几块？我忘了，因为他看起来，因为我们行李后来都是自己可以拖了嘛。他现在行李大，因为我们也接过单，肯定弄不了，太多了。有一次我们也来一个团，差不多有4-5个人，然后开始往那走，对，这个都把机器全拆了。那今天我跟郝经理打电话，后来我说你们那设备肯定应该知道多重吧，老书记。拿到，你看我们拿到前头是10号下午，很多，然后14号一天的准备，只有一天的时间。再说赶上去，好有解难是吧？8个。对，还有导演明星都没过来，算加大的白菜，现在是哪？有几个比较好，就是那个正常的，正常的，正常的，再给我就在这些都要一个就行了。都给柴放放，还干了一些，干了一些，先干个那个聊的远放那些。好，好，还有时差主要是怎么？昨天夜是不停的在醒，不停的在醒，一会儿醒一会儿。像他们俩好的，但是我就很兴奋，我理解的。不，我就是完全。我昨天吃饭都很想睡觉，后来我上明天呢，给你们安排，他们没睡饱，因为明天的1点钟演电影。我以为你昨天晚上用不着，也是精神点，有我热闹，但是呢，我尽量点心了，吃饱了，睡好了。这月已经睡老累了。我跟你们去大巴铺，我倒休息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旅游我才来。我想机会很小，另外一个提醒给他们导游，他一会儿面就来了，你赶紧先吃点这个。而且呢，昨天那个不管是大风啊，来多少人看电影吧，也是靠他。哎呀，我们两个人特冷，我心里过意不去，可是我现在顾不上他，我说只能是这次完了以后，我才能个人表示一个一个的感谢，你知道吗？昨天呢，就是上帝送给我的这大巴士，这人一生气呢，本来人家是赞助我的，结果人家把所有的团都推了，人家就给留一个大巴士，突然说一个人两个人让两趟，人家说不行，我们这么大的巴士耗费的汽油还有导游，他说给你接机用这么大的，他说不合适，我给你找车吧，就找到晚上找着，把他上帝把他正好上我这儿来，上我这儿来，他说我有位，哎呀，我说本来我都急得要哭了，我就是现租车都租不了大的，你知道了吗？还有一个人都有工作，嗯，怎么说你接就接接，对不对？还说常医生平常交的朋友够意思、啊。他跟我说，我说常进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啊？你告诉我，我需要人家接飞机，我需要怎么怎么样？时差还没打过来，不要怕，全包在我身上。哎呀，你真好、哦。你这样，反正也是华人艺术家这个操办的之一，真的互动。当地演员和那个大腕们的互动，那个演员，所以在当地社区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，文化工作，文化工作，这都是非常，这都是。我除了帮他这个意外的工作 ，OK， 我所有朋友们也取消了。对呀、我这啊，我的课堂为什么我不能够给你们做？这个星期一定要过去，下一个礼拜我可以给你做。我还要帮他梳头啊，他是化妆、啊。他另外一个开美容学校，昨天就是因为没车了，我又不敢开高速公路，室内还行。他呢，就是陪了我一天，也是一个，昨天你们见着的。给我开车一直开到完，一直开到这电影完，所以我只能是这场结束以后一个一个的答谢，没有办法了。我现在理不到的地方呢，也都希望他们能谅解。我一个人都乱了，乱了套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成天给他打电话，电话都快给他打爆了。我是知道的，每一次如果我搞大型、比较大型的活动，有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嗯，我从来没有弄过，从来没有。20年了，周围出去演出我都不参加。有没有发报给那个报馆呢？全都进去过了。他们有没有答应你来？他没有，我还没，就是没有跟我 confirm， 然后我就一个一个回去要打电话给他。有 confirm。他有时他不看呢，不看那个。他已经帮我把那个消息或者那个已经都不想国内，哎。说的，很多，他有这种行政命令，倒也好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他已经很不管事了。像他们都有一个 team， 我没有，因为我从来没搞出来。周围演出我都不参加，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知道。周围演出我都不参加，我知道有詹妞，就是有时候偶尔能见到，知道有詹妞这个人。但是我们没有这次活动，我们成不了这么好的朋友，因为我都没有跟他们
我整天就是孩子病人，孩子病人，王凡老师知道，一个是培养孩子，送这儿送那儿学，然后就是我的病人。他是一个文艺爱好者，我知道你们好像他在香港人当中的非常中华小姐，他们经常有演出，但他们演出都是包那个餐的带回来，包餐的，请金牌过来，第一个最大的赞助者，你好，你好啊。对，请爹爷进来，请我们，请，嗯，好啊，请爹爷进来。哎，小朋友，来来来，一会儿，对对对。